中油公司宣布，从周一凌晨零时起调涨各式汽柴油价格每公升各新台币0.3元及0.4元，让955千汽油价格来到历史新高点。调整后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34.8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6.3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8.3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3.8元。我国驻巴拿马大使周琳日前被巴国拒收国书长达7个月，最后巴拿马总统马丁内利终于在7月24号接下到任国书。对此，监察院外交委员会周一将邀请外交部长杨敬天报告中华民国驻巴拿马大使陈蒂到任国书被拒的过程。2012世界青少棒锦标赛复赛今天结束，中华队以13-6败尼加拉瓜，战绩3-2。中华队与墨西哥、委内瑞拉同为3-2，但中华队因为曾以2-20惨败给委内瑞拉，目前排名第4，无缘争冠。LPGA 加拿大女子高尔夫公开赛，曾雅妮26号在第3回合挥出74杆，目前以215杆暂时并列第21名。曾雅妮从今年6月开始陷入低潮，年度四大赛的 LPGA 锦标�赛和美国女子公开赛跌至49名外。她今年上一次夺冠是3月的奇亚精英赛。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